大家好，这里是名师家居那点事解说节目，我是同学游墨雨，大家可以叫我同学。那么上周呢，吉三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了解名师家居的任务，那今天我们就来到图书馆来找找那本传说中据说是了解名师家居的宝藏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